叔叔不忍心分你一点钱。哦，你哭屁呀、啊！给你钱哭屁呀、啊！看，哭，不懂得感恩，进去啊！出而不漏，哭，妈的，臭小鬼，死屁孩！给你钱哭，叔叔瞬间给你500万，你还哭？奶奶的，两步，爽！叔叔给你钱还要哭，欠制裁。我想要弄核弹呢、欸，不想让他们死这么快。哦，睡啦！大家别打。核子核弹来袭！搞死囡呢？搞死囡呢？反派大靠！我靠！真假？这家伙在问号里面有抽过好东西吗？我靠！这屌炸！这家伙真的屌炸了！最高天数9天。哦。啊，戆人有戆福，你确定？傻人有傻福，你确定？你确定？抢你个路障我也爽。阿佩、啊，你确定就这样结束了吗？你确定？进去陪阿姨吧。哎呀你！大林呐，完蛋了！大林啊，完蛋了！贝贝几点了？哇，1100点！我土啊！是不是有点欠抢了一点啊？我等下就赶快经过这边，然后这个区域呢，核弹直接轰掉。好，计划通，佩佩走到核爆正中心了。我开始用核子被他们，他已经走到核爆正中央了。这边土地等下就全部清空。但是，我又想要一次三个一起炸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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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三个一起享受核弹的滋味。你先乖一点，好，不要再爬了。嘿嘿嘿嘿，不行啊，再摆下去他们等下出不了这个地方。我等下差不多要 把他们 ending 了，现在核弹也出来了。好，现在已经进入最终局了啊！来，6点，睡，好的，完美操作，我爱你。死得这么惨了，还想要喝奶？贝贝也是挺可爱，生活这么辛苦，只需要一瓶奶就可以了。我想你，拜托贝贝爬慢一点，好不好？不要爬太快，警告你，不要爬太快。等下闪个一，乖。OK， 终于出现在同一个画面当中了。一，妈的！我靠，这难以同框哎，这几个人，我的愿望只剩下让他们三人团聚，怎么好像有点难呢？真的不行啦！哦，碎啦！靠北。这真的是不要我弄，就知道你进去耶！阿贝，跑太远了，阿贝。哎，这越爬越远，越来越过分哎。请用银行电脑，不要用其他人存款。这是不是该抓去关一关？这小孩这么小就侵入他人电脑，我靠！这小伙果然，我前面制裁他，制裁这么多次是对的。啊，军夫，军夫，军夫，给他们钱了，赶快发钱。不然齁，他们撑不到同框就要爆炸了。行人闯越马路，他真的是好像没好过你。你刚有六岁，他敢查我，交给你自己吧。最高雅，麦看到出兵了。哦，阿贝破产，阿贝中死了，赶快赶快，我们赶快让他送医院。阿贝快破产了，他再一次爆了。哦，不行，情况紧急。哦，直接蒸发。他要蒸发了，阿贝要蒸发了，我救不了你。为什么过了无希望？哎呀，来不及救他！看我的厉害！胜利在望！哎呀，这真的不行，这女人真的是不行。你要乌龟卡，你要乌龟卡是吧？出院再慢慢用啦，乌龟卡。然后贝贝也要处理一下，动个屌啊！哇，会炸到我的两栋高级住宅哎，好累。是，好啦，算了，炸这个便宜的。靠呗，我旁边头人地堡也被炸。好了，差不多该让这个游戏结束了啊。设了一个路障，谁过去谁就爆炸。我是幸运女神。天真，我最讨厌天真的人。跟医院一起毁灭吗？最讨厌天真的人。
哪个无私点就在那幸运女神哦，贝贝都在靠音乐赚钱的，我知道他为什么有钱了，因为他都在靠音乐赚钱呢。院方表示，我这家医院和四方合在一起的，没事。本月悲情人物请贝贝，你这个出来了，讨厌讨卖天数者十二点吗？你确定？医院看到门口时常发生爆炸，所以加固了核防御，笑死！这个癌真的是我治，明知道炸弹在身上，还要骑机车，这他妈是我治。有没有大神可以统计一下，他一年的倒霉天数有几天？我现在就是要让这个衰鬼破产。我刚刚给他钱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就是想要让他死得最惨，让他有这个资本去死。我爱他的方式就是给他钱，再给他死。哎呦，这家伙点数超多，强暴他，勒索他。按月计算，金贝贝大约每月三分之二日子都在医院度过。这家伙值钱了啊，值钱了哟，还敢买汽车，小小年纪买汽车，这人哈，今天不给他一点颜色瞧瞧，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人。都给他教育这么多次了，这习近平来教育也无法了吧。抢他机器王，对，所以他底下一定清掉路障。哦，九万六，哦，你还吃了24万的哦，抢他，小孩子开什么车？哼哼，行人闯越马路，他刚罚单。你在放地雷啊？啊，现世报，这坏小孩马上被制裁。我没看过这么坏的小孩啊！还可以再撑一次，他的制裁可以再撑一次。还在爽？你还在爽？爽什么爽？感谢控件台北市的房价。好了，那这个女人换她该死啦，恭喜贝贝解脱。我觉得倒闭对她来说算是一种解脱，是你的太太，两个乞丐同窗，别慌，好吧，两个干爹都就靠。我的小女儿，这颗地雷她女儿放的，我靠，这个女儿有够心机，我操，他知道自己会死，死之前我也不能让我妈好过，这真太猛了。来了，就是你我啦，你加油点啊！天意如此，土地公表示，我怎么都附身到这么衰的人？对，他附身都会被炸，或者是出事。哦，还有汽车，哇，凶！难道是我太有魅力了？不是我搞鬼，这个不是我搞鬼，笑死，他太衰了吧，真的不是我在讲，跟他拼的，一定要把那个传给他，追不上吗？哇，他这次直接飞起来，追上他，追上他，23点了，54321，原来他是急着送死，破产，别嫉妒我啊！哦，原来他拯救我的方式，我的付出终于得到回报啦！哎呀，原来他拯救我，不要让地雷爆炸，他的方式呢就是赶快自己吃台北市的房价。OK， 他受不了了，急着送死，我这辈子没看过。OK， 我们总算花了6个小时，啊，总算把这个游戏给 ending 了。感谢大家收看，看佩佩进医院，再到进监狱。然后再到医院，然后再到路上踩炸弹的精彩人生经历，感谢大家陪贝贝长大，虽然说他可能还来不及长大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前夫人后面各种自爆，我觉得这也是超屌的，今天真的是笑到这边在抽筋的感觉，这是贝贝的报复吗？啊，拜拜。